这才是重点。校长、秘书长、各位嘉宾、主任、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商甲主讲人黄宇秀。109学年度达德商工美容科专题制作暨多静态成果展，本班的主题是潮言，学校生活的循规蹈矩，难掩年少轻狂挥洒青春的热情，有过追逐梦想狂热的心，以摇滚朋克的装扮，运用个性化的饰品，加上图腾，表达在年少的时光里想要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接下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美商甲的演出。Down.
谢美三甲班带来的桃源。